现在参赛的人可以先测试一下自己的抢答器是否响亮，来。好，何老师的非常响亮。问题是毛毛这个怎么不响呢？毛毛因为头发厚，所以他发型的关系。你是把自己唱哭了你。好，三二一，请抢答，一起抢答。何老师第一，霍尊第二。毛不易，不然。我们问一下本尊。我听不出来。本尊第一秒就说我的歌，然后所有人都说什么歌什么歌，真听不出来，然后说怎么会这样。好，来，对了吗？正确答案不对。哇，霍尊哥，来，无问，回答错误，来，重新抢，重新抢，三二一，请抢答。好，白举纲，五四三，给你给我。回答错误，重新抢。再放一下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我直接播放，大家如果说有想到答案的话，直接抢，好吧？好，好，来，现场请放音乐。海上日记，回答错误。机会一次，回答错误。是不是那个不洗头那个？回答错误。你说话呀！幼鸟指南，回答错误。小丑，回答错误。像我这样优秀的人，像我这样优秀的人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你们没有敲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像我这样的人。回答正确。哎呀，要你有啥用？就真的听不出来。像你这样的歌手，急死人。我本来以为坐旁边多少能给点提示，啥也没有。好，请播放。啊，毛不易，青春修炼手册，回答正确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音乐题就到这儿，可以了。他不会让你生下有年氏血脉的孩子的。皇上，你害的世兰好苦啊！毛毛第一秒就猜出来了，请抢答。毛毛，你是看了几百遍？毛毛是《甄嬛传》十级学者，是看了一些遍的，有些台词是经典的片段，还是记得住。后面一共是几个字？先告诉我。是五加四，九个字。寒。寒香在后，寒香在最后。我觉得寒香是在后面。好，于姐姐，我不要清醒，我要寒香。
回答正确。回答正确。回答正确。是不是又是毛毛提醒？毛毛，毛毛可能除了写歌就在追剧，认真的看了好多电视剧。我们提议让毛老师一个人来答一题，可以。我这也是不用砸锅，他不用砸锅，你放给他看。如果答题的话，这个算我们的分吗？算。哦呦，但只有一次机会，对吗？对。好，来，这样毛毛要是答对他得分，他要是答不对我们所有人得分。可以，这样是公平的。可以不答这道题，我们。如果别人知道，可以抢答吗？可以抢答。来，请放。那边会儿，你的意思是什么？Stop it, honey. You should know him. Stop it, honey. You should know him.这个太长了，我不管能不能打上来，我以后看剧都要倒着看。太难了。我大概知道他说的是啥。你说个大概就加分。当年的黑豹子我没见过。当年的黑豹子我没有见过。当年的黑豹子我没见过，现在的黑豹子直到挥鞭打他自己的女儿。今天的黑豹子只能对着自己的女儿会变的。回答正确。谢谢，大差不差。毛毛太强了，毛毛，你的世界本来就是倒的吧？就充满了电视剧，好厉害啊！电视剧终结者。This hit that ice cold, we shall fight for that white gold.One for them who girls, them good girls, street masterpieces. 我表情有才，跳个大概，用书不说超单，的一拳开，好机会展开，给一拳对白，结局平台下来，看谁厉害。如果回转在世，逞强就被抑制，外公拉血汗，自己发光，民族意识，马金子卷名字，藏儿子还有链子，黄腰子空洞子纯金子，我要面子。用我的方式改写一部历史，没什么别的事，看着我那几个字，闪耀单位攻击哥，闪耀单位攻击哥，看我闯一把重要，付下一片骄傲。Don't believe me, just watch. Don't believe me, just watch.练成什么丹，绕成什么弯路，用剑片不能开炮，老师傅的手法不能这样乱抄，会灵巧用的把药还有毒虫下草，自己的音乐自己的药分量刚刚好，听我说重要苦，超市应该更苦，快放开奔走干，我多看一些什么书，陈述地漏一翻过江湖，这些老祖宗的辛苦我们一定不能输，就是这个光，就是这个光，一起唱 Saturday night and we in the spot， 跟我来跳个偏方，专治你没味的内伤， Don't believe me just watch Everybody跟着我，谁说的天才有把柄，有人心机歪念机轮胎就故意透露气息，一副心思装英语，雾霾老春雨天马绿，再花一点也可以，我心里慢慢都是你。Let's go Uptown funk you up, Uptown funk you up, Uptown funk you up。
奖励是什么？请大哥，你来跟说一下。对了，这是好六团的大哥。我是大哥啊，这是0713的大哥。你这位大哥看起来就不够沧桑。哎，不是。我今天作为大哥就撂下一句话：如果你们赢了，从此我们让出舞台，让你们从此就一起就一点点就这样。我的大哥没有这么玩的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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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想让出可以，别带上我们。大哥重说，大哥重说啊！大哥有什么要训话的吗？一开始，大哥去 C 位，大哥，大哥站中间吧，大哥。人家大哥都没去 C 位，我大哥我这不合适，你知道吧？那我就不好意思了。你去吧，你跟那个帘子很搭。谁有与众不同的小绝活？5 4完了完了完了，怎么还带往里撤的呢？1哎呦，他怎么都没发现。几个呀？4个。好，剑刺你出来是想什么绝活？我的舌头可以360度反转。360度怎么转、这是可以被展示的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好，来，我现在先把正面给你们看啊。绝不绝？我是不是该站出来？你是。但这个是180度吧？啊？360不应该是转过来吗？哦，多了多了，180，180，360就拧上了呀！啊，谭健次哥哥，那我想问你会模仿什么呀？我还挺想看一下的。歌手的话，就像杨坤啊、刘德华呀、这种，我也经常模仿。什么老太太，我也模仿，啥都模仿。来个老太太吧。老太太哈。好。我以为现拔牙呢，都。人都走了，上班的走了，上学的走呗，都走了，该唱。大哥，请好好用脸。我已经很多年没这样过了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好，恭喜好六团获胜。做好准备啊，来，周杰伦。周杰伦。真的，来，就是谭健次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泪跟寒雨混成一块，眼前的色彩。哇，稳了稳了，就是要这个水平嘛，好不好？那大只有大哥了。你这会儿就不出来是吗？啊，你这会儿就不出来是吧？大哥，大哥别大哥。啊，帮我穿是吧，大哥？大哥，我就知道，帮我穿，大哥。哎呀，大哥呀，大哥别，你别自己穿。没事没事，大哥路上要时候要小心点，大哥。这时候这。可是今天当鬼只有大哥是在线的。大哥每一题都是对的。对。然后还出来接受惩罚。大哥人真好，大哥立人设真的干嘛呢？大哥立人设。去吧。好，来坐好啊。好，下面呢？每个人上去割一刀啊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好不好？第一个上场的是我们勇敢的小唐，加油！记住大哥的好啊，一定要记住啊！轻轻的，姐，轻轻的。漂亮！漂亮！哎呦，厉害！一刀一层可以。漂亮，他只割破了一个黄色的气球啊，不是全破呀，全破就砸了呀。对，就是有可能不会破是吗？就有可能，只要每个人都只割了一层气球就不会破。来了来了，大哥，你永远是我们的好大哥。嗯，以他唱歌的那个感觉，我觉得他可能会割的多一点。觉得他这垮了，小心稳掉啊。哦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！啊，好奇，啊，好奇，啊，好奇！哦，哦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
哦，也是一个，漂亮，也是一个，也是一个，继续继续，对。那我把关键的留给我老秦哥好了，好吧？如果有来生，我不再做大哥。我觉得剑姿现在才意识到这么吓人。姐姐竖着哥，姐姐，我觉得有机会能够成功哎。头到尖儿哥，对，轻点，轻一点。哇、哦，漂亮，有机会，是不是里面还有一层对吧？还有一层。哇，漂亮，大哥，我觉得你都不用淋水，就看老秦这一招了，要么他把你送走，要么就是没问题了。帮我穿雨衣的人是你。老秦，平时的恩怨现在可以结一下了、啊。就是嘛，你们真的那么合吗？别晃啊，别晃！你们真的感情好吗？错了，你就是大哥了。对，想想，做大哥的滋味。什么样做大哥？你马上就上位了。哎呀，别说话了啊！孩子心态崩了，不要再演了。你就是大哥，给他一个痛快。你才是大哥，你才是大哥呀！好巧啊！漂亮！哇！挑战成功！祝贺好六团！哇！挑战成功！好，这把虽然我们输了、但是我们贡献了最团魂的一幕。对，漂亮。好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ike 曾比特，然后就是比赛的比，特别的特，对。好可爱哦！谢谢谢谢。哎，可以摸一下你头发吗？哦，可以啊，可以。这是真的头发？哎，你真的烫了呀？真的。哎，你发质好好哦。这个发型蛮意外，就是增强这个社交的功能，对。能说一下就是你的这个发型是怎么起来的吗？其实我本来想垫的时候就是那种像韩国那样子的卷的这个形状，对，然后就最后不知道为何出来之后就变成爆炸头。Hello Mike， 哇，好靓啊你。啊，多谢。好似 Prince 哥哥喎。Purple rain, purple rain。啊，这 be beautiful 啊！啊，耶！佢整埋呢个发型，是有区别吗？这个发型？没有，就今天的卷会比较大一点，对吗？弹性一点吗？什么？弹性。弹性。所以你需要做头发吗？要啊，肯定啊。哎，那你这个可以抓成然后各种形状吗？比方说星星啊，然后这要试一下，发量没那么多。我总觉得他头发里可以藏东西。对啊，就可以藏各种东西，可以藏薯条啊，那个吃剩的那些东西放在里面，肚子饿可以拿下来。你这个头是什么时候剪的呀？2019年10月。 OK， 到现在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啊？因为这个发型的出现是一个 epic fail。 epic fail？ 对啊，因为那时候就很多人都垫那种比较小卷，然后没有这边，然后我垫起来以后就变成了爆炸头。可是你现在出外面你不会觉得热吗？有带吹风机这样子，吹风机其实还好，很通风的，其实对，很有弹性。因为以前我是比较成熟的，对，对，这发成熟的。但我以前短头发的时候是比较，你有见过啊？对，不要笑成这样好吗？对，对啊，就很 iconic。你跟头跟你的名字太那个 Mike， 你为什么妈怎么不叫你 Peter？ 对，我也一直想问这个问题。
你为什么不叫直接叫 Peter 就好？我小时候就叫 Peter， 对。然后呢，小时候那教科书里面就很多 Peter， 然后一班里面有六七个 Peter。哇，这个 Mike 不多啊。Mike 很多啊。对啊 ，Mike 更多。因为那时候好像没有太多人叫 Mike， 然后长大出来以后，就工作以后，哦，全世界都是 Mike 哎。我帮你取了个名字。什么？叫丘比特。所以我出了一首歌叫《我不是丘比特》，所以我就叫你丘比特。不要了，我要做你。加油啊，马赛克！卧底，他是卧底来的。我老说我是卧底。很久没见。我生气气了。刚刚真比特是帮你拿的吗？对，他帮我拿的。多好，哦，多可爱！他真的好可爱，他真的好可爱。嗨，我好喜欢你的西装哦。是吗？给你穿。那你就冷了。你背带裤脱给我。哇，那我。哎呀，我都不知道有吃火锅这趴，早知道我带我自己衣服过来。对啊。我就今天没有带师傅。哦。对啊，然后我明天还是这套。对不对？哎，明明姐，好大火锅味道哦。我决定要在他们回来之前把。所有东西给干完，应该没有办法。应该没有办法，要大家回来以后，啊，东西都没了。我就说，哇，对啊，就细菌姐都吃光了，不行，烂在我身上。对，甩锅最强，甩锅到爆炸。这鱼很好吃。这鱼很好吃，你要吗，比比姐？好好吃这个鱼，我不知道，太好吃这个。哎，刘希君，你要吗？嗯，你要吗？好啊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谢谢。Mike， 这个好吃。这个也好吃啊，这什么四川？这什么泡菜？泡菜。四川泡菜那个也很好吃。对啊。先吃这个。我先吃这个。真好吃，吃嗨了。这好吃。Let's get it on。这个好吃，这里还有一块牛肉。哇，我要，我要。好开心，我今天。你躲几多？哦，差不多了。我跟女生堆都很震惊了，就讲话很认真。那你还正经一点吧。对啊，很冒失。正经一点的男生比较讨人喜欢。真的吗？嗯。不可能。这不可能。不要相信那句什么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不，现在你都不会想有你自己的小孩了，没有那么快嘛？有没有想？我也还没啊。还没，应该没有。努力一下赚钱啊！对，结婚也要钱，生小孩也要钱。其实哇，然后都照顾小孩又一个很重大的责任，我自己一定了。就我自己好像事业还在刚刚起步的阶段，然后又来了一个。对，一定要做好你自己啊，先做好才想。哎，难怪你刚刚才说我顽皮啊，那怎么办？哇，那么你生一个更顽皮，对啊，更就比就大家一起斗顽皮。比特还是更适合在女队待着，我觉得，因为我觉得他好像今天比前两场更帅了一些啊。我过去以后就大家都很照顾我，就很温暖的，对，非常非常的温暖。但是现在 Coco 在看着你哦，你不是说本来要跟 Coco 合作的吗？啊，我最想跟他合作，但是我们就像那个平衡线一样，就我去了女生的队的时候，然后他就走了。嗯，还是不用解释太多，珍惜眼前人啊。
OK， 儿子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开始 PK 了啊！这个儿子，我叫他不要唱得那么好，如果唱得太好呢，就回家要打屁股了。